加油努力，芝芝兵带你游山玩水食好西。今日又是香港远足挑战第十二集，咁我咧就去上山山顶打埋港岛区最后嗰两个卡。咁我哋咧就沿住龙吉道行入去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会去打西高山同埋龙虎山嗰两个打卡点嘅。咁呢条步道港岛径嚟嘅，咁啊头段可以望到好靓嘅维多利亚港。咁啊，因为假日关系啊。好多好多人啊！不过今日天色真系好靓，拍出嚟咧100分。天靓咧，影落去咧，维港嘅景色咧，真系好靓嘅。加上咧，佢一路行落去咧，系睇到唔同角度嘅维港嘅，直头可以远眺到青衣。不过大家注意喎，呢条路咧都会有啲咁嘅警车行过嘅，不过私家车就唔好入啦。早排有单新闻，唔入咗，玩咗一日。咁睇完好靓嘅景色之后咧，就会咧净系睇呢啲山景。咁呢个位咧，唔知关唔关我头先讲嗰单新闻事，特登动咗两个牌咧，就叫啲车辆唔好再驶入去啦。咁行完成个龙吉道嘅外围之后咧，就进入呢个西高山啦。咁见到有个亭咁样嘅公园仔，我哋就沿住条路转入去。咁呢个位咧有得上去嘅，不过我上过就冇乜特别嘅，净系得张台。咁山下边咧有几个亭就坐下休息下，储够气就一次过可以行上山啦。咁西高山咧就高494米，但系咧因为我哋已经喺山顶咧都成300几米噶啦，咁只系上100米左右嘅啫，就唔算太难。咁啊，沿途每四分一咧一样有个标记，咁啊等大家知道可以行咗几多，咁啊量力而为啦，记得要唞下气啊，唔使一定要一口气上嘅。咁眨下眼咧，就叫做上咗山顶啦。咁影落去咧，望到数码港啊、贝沙湾嗰啲景。咁我哋再慢慢向上行，喺个高位望落去，再望下今日好靓嘅维港景。咁其实咧，依座山咧，真系算打卡嘅圣地嚟嘅。都好多人一起行。咁行到呢个位置已经见到啲标高处啊，前面好多人嗰度咧有块牌嘅，有个今日嘅日期打卡。咁行上去就见到个打卡点啦，我打咗第17个卡啦。咁咧，西高山咧附近侧边咧，竟然见到一啲好靓嘅芒草，即系虽然话唔系全山都有啦，但系都好靓。
咁前面呢有个位呢箭嘴指住嗰度呢，咁啊可能有啲人行咗过去呢遇难啊，要出动到消防员，大家行山真係要量力而为啊。咁我哋喺西高山睇完靓景呢就准备落返山啦。咁啊一条路行梯级落。咁落到山脚又可以喺呢两个艇度休息一下。咁休息完之后呢我哋就沿路行返出去头先嗰个公园。咁就行去龙虎山度打卡啦。咁呢个路口呢就向前继续行。咁前面呢个楼梯落去呢就有个公厕嘅。向前直行呢一条路嘅啫。咁呢条路呢就冇乜风景。比较沉闷。咁话咁快呢行十分零钟至十五分钟啦就到咗呢个位置，转上去呢就会见到我哋个打卡点㗎啦。咁我打咗第十八个卡啦。咁呢个龙虎山观景台呢就可以眺望到呢个西环啦嘅景色。而本身呢佢都係一个历史遗迹嚟嘅。好，咁打完卡之后呢我哋就沿住呢个楼梯行落山。咁因为呢之后呢我约咗人去中环，所以呢我就揀行到去克顿道走嘅。咁其实有好多条径可以行落山嘅。行去香港大学又得，行去薄扶林水塘又得。咁我哋就揀咗行去克顿道嗰度。咁头段都係呢啲山路啦，不过呢都算整得幾好嘅。算是有树荫，但是呢景就没有了。那么走到这个位置呢就真的接了到克顿道了。那么变了是石屎路，那就很易走了。那么沿路呢走到这个位置呢就转右落山。咁啊，见到个牌指示呢度咧，系一条神云径。咁啊，落到呢个位置，左手边有个亭，右手边咧系一个公厕嚟嘅，不过而家维修紧。咁啊，行到落克顿道啦，过埋呢条天桥。咁我哋落山嘅时候呢已经係四点啦。
咁都睇到好多人仲上山嘅。咁啊，喺呢度离开之后咧，其实都要行好远先去到呢个中环扶手电梯。所以咧，我建议大家都系搭巴士落去嘅。咁多谢大家睇晒呢条片啦，记得赞好、订阅同留言啦，多谢。